真好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个方向并不适合走，所以说他给因为他走吧，一个一个人可以走这么一个台阶的地方。啊，知道。没有，路封死了，然后我们如意就会很自主地把它绕开，并且停下来。如意等好，它会停下来，然后给我以提示。好，如意走吗？好，靠右边。我们毕竟是个在训犬啊，就包括我们毕业的导盲犬，它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犯错误。九九草莓，快钱一斤。大白，抱抱。抱抱哈哈，也想要这个小玩具是不是？大白抱抱。哇，好疼！咦呀，小巴布，啾！哎呀，大白上。在直体当中哈，狗狗是要靠近任何的一侧，狗狗是需要靠近任何的一侧，这样不至于给大家。真棒，瑞塔，瑞塔走吧，慢一点啊，下楼梯慢一点，真棒。